他来自山东威海，教师一直是他的职业。这个名字我感觉很神圣，很光荣。旋律是他最好的名片。回家看看，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一定就是写你熟悉的。多年的合作者齐聚现场，和他一同回忆似水流年。是我不争气，没把这歌唱出来。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唱响经典旋律，齐建波用音符谱写艺术人生，敬请关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做客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高产的作曲家，他的许多作品都让我们耳熟能详，而且他的很多作品呢也都登上过春晚的舞台，并且广为传唱。但他这个人却始终隐在他优美的旋律背后。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把他请到了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让我们跟随他的音乐一起来体味他的艺术人生。来，掌声有请著名作曲家齐建波。大家好，大家好。后天下午2点到这个影视之家去进春晚导演，我们12点多就到了，提前2个钟头。在这期间，我估计可能我上了5趟厕所。雪波就把歌词朗诵了一遍，我一看，他的心有感觉了，有共鸣了。那你再唱一唱，我就站起来唱。我这一唱，原导很形象，当时的场景，站起来了。你们想上春晚？那我们俩是，感觉像个犯人一样。拍桌子啊！啪！我通过。这不装，在哪儿都一样。他在台上这样，台下也这样，台下也这样。齐老师更像是我的一个邻家大哥一样，真的就是用现代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名词叫暖男。哦，暖男。暖男，对。你落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我想念父亲，我想念母亲。若有来生，我定要找到你们。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谁知要为了咱老百姓谋幸福，好好青史千秋。我一直觉得季红的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男高音。这个啊，季红的声音偏洋一点，就是偏美一点。对，但他又是很民族。那么在录音这首歌的时候啊，刚一进棚，都说咱老，对，我说不行，季红你不能这么唱。都说咱老百姓就握着手，手握着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才能拉近距离。你要都说咱老百姓太远了，我当时啊就慢慢给他调整，每一位歌唱家他都想把自己的声音立得漂亮一点。我说不行，后面有你立的时候。慢慢做，琢磨录完了以后，
他就回去，那时候录完了以后都半夜了，哎，两点钟了、嗯、回去四点多，我住在宾馆里边、嗯、接到个电话，里边就哭，谁他哭啊，他你想到想不到吧，打了电话是谁呀、啊、是季红建波啊，就是我回来两点多来到家，我现在听从哪家就开始听，我就没听过，非常感谢你建波把这首歌给了我，甚至我终于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了，确实，因为演员其实你到一定时候就是缺作品，谁拿到好作品谁就成功了，嗯，对吧，没有好作品声音条件再好也没有用，是，嗯，所以啊有一个人按耐不住了，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嗯，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呀，您应该是你到北京以后认识的第一个人，还是你认识的第一个人，我第一认识你第一个认识的是他，来掌声有请男中音歌唱家佟铁心，老师，哎呀老师，欢迎你，欢迎欢迎，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建波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第一次见到他，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实实在在的，然后特别的热情，然后操着一种特别一口特别浓重的那个威海话，你家威海话，威海话，对，然后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我还记得是我爱人给你做的叫荞麦面的一个面条，是，吃完以后他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于是乎他就在他的一个随身带的一个公文包里啊、嗯、拿出十几首歌，一首一首的给我唱，但是建波这个人，你也应该有体会哈，他试唱作品的那个能力极强，嗯，哎呀，情感用的非常的好，然后特别容易打动我们，嗯，也是你这个唱歌容易打动演员，嗯，你也害得我不浅，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他害得我不浅，因为他的歌首首让我听来，在他唱的时候。都把我给感动了，我都认为每一首我都能给唱出来，结果到现在一首也没唱出来，你有我跟你说 啊，就是我前期录的那些歌，什么中国娃、咱老百姓、母亲呢、啊、就是杨文的母亲，他都录过，都录过音，都录过。由于我不跟你说了吗、啊、我受他的感染，他那个他唱起歌的那种状态，他自己特别认真，认为他唱的很普通、很标准的一个普通话给我唱歌。啊，其实在我听来，他是操着一口非常浓重的家乡味的口音，但是告诉你，特别有味道，有味道，特别的有味道。他唱所有的歌都能感动我。然后呢，他一离开我以后，我说跟我老婆就说，我说哎呦，他的歌真好听，这首歌我试试。于是我就。录了很多他的陪我演唱过的歌，我都试不出那味儿来。然后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像这个西服可能穿在我身上得体啊，觉得人看着是对、啊。如果要让我穿民族服装，就感觉穿个中式的不对了，总有点那个哪儿不对。所以说，他写了这么多的歌，他的作品非常的好。为什么我没给唱出来？其实我唱的一首歌也很好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唱，也是非常好听的。但是没有像《回家看看》啊、《老百姓》啊、《母亲》这么家喻户晓。但是呢，从这一点我就觉得，他写的歌的专长就是民歌，写男中音呢也那么欠缺一点点。因为什么呢？我唱他这么多的歌也没唱出来，啊、那就是欠缺。欠缺嘛，对。作品欠缺，不是我唱的。对啊，那你没找自己的原因啊。佟铁心，关键是那个《夕阳红》，对，印象太深了。嗯。一听他就是最美不过夕阳红，是吧？你弄个唱回家看看，这事不对呀、啊，这个。我跟你讲，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最典型的给我唱歌的时候。找点时间，找点时间，就是有个狗，那是原版。现在没有了，这口音没有了。后来你们都没听过，那他讲是还打这个口，这个还打这个，打那个响舌。打对对，对对对，特别棒，而且给我印象特别。你来，你说是？对对，没有伴奏，你这里有些空的地方打个响。对，给我打响。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的柴草燃起小村的炊烟，飞来的南风拽回老爹的渔船，问号的水酒一脸雕花的瓷碗，故乡的夕阳落进妈妈的远山。我时常想起儿时标志穿的水滩，来来来梦我故园，家是我的情感，我永远不忘小时捉迷藏的山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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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梦洛故园蕴含了戚建波对故乡的情感，那么家乡人对他又有什么认知？建波知道啊，知道知道，他知道，威海人的家喻户晓，知道知道啊。您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他是个作曲家，老百姓能唱，你就是一般的人都能唱，很贴近生活，挺暖暖的。嗯，山高岁月长，那个海角与天涯，魂牵梦萦的眷恋，我的山大我的家。我是生命奇迹。戚建波不光给山东大学和威海一中写歌，在节目现场他还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你师专毕业以后分配到哪儿了？你说师专，我再讲个师专的故事，你听一听。带蓬莱还有故事呢啊！带蓬莱一上学的时候，让我最入迷的就是开始学手风琴。嗯，我们那时候啊，第一届学生其实很简单，带着大草褥子去了。去了以后啊，打通铺，开手风琴的时候，我们班一共七架手风琴，而且是48贝斯的。你干过文工团，你知道吧？120贝是最大的。最大，对。48贝是属于小的。啊。就这高吧。对。我们一个组弹一架，有一架是老师用，但我们班啊经常丢手风琴，都拿去自己练去了。经常丢，丢几个手风琴也经常丢，最后发现是我偷走的，总是少一架钱。我偷到哪里去呢？我们在蓬莱有蓬莱阁，有时候到蓬莱阁去练，但大部分时间学校里有个防空洞，在防空洞里练。哎，挺会找地方的，防空洞里那个声回声是吧？对对对，听得多舒服呀。啊，那么也就是这样吧，包括偷琴也好，是练琴也好，后来就是应该在手风琴上我的进步还挺快，也正好手风琴让我对音乐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毕业的时候老师就说，建波你音乐感觉非常好，要继续考学。我一毕业分到了威海七中。威海七中，对，一个中学，一个中学，当音乐老师，当音乐老师。他的这个学校啊，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是，所以我是待着半年，又调到了我的母校，叫威海一中。威海一中，对，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对对，就没动，还在威海一中，还在威海一中。所以说，现在弄明白了，戚建波老师。真正的职业是一名光荣的中学教师。对，但是如果这个名字我感觉很神圣很光荣，
但如果谈到老师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你在那些年好像获过很多奖啊。是。那个时候都有什么奖啊？各种什么文艺宣传队的奖？当年呢，我一毕业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怎么走上创作这个问题呢？怎么走上创作这条路上来了？我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叫周淑君。我一开始毕业就拉琴嘛，陪着他去排练，他就发现我说：“静波，你的音乐感觉非常好，就是你可以尝试尝试一下创作。”他的鼓励，他的支持，哎，让我慢慢有了兴趣。威海当年是归烟台管辖，属烟台地区的。烟台地区每年最少有1到2次的地区汇演。文艺汇演。对，每年汇演，我就是获奖大户，最多一次奖啊，拿了多少呢？多少？一个奖，烟台有个钟，叫北极星闹钟，一个奖一个闹钟。不过这个北极星当年是名牌啊。是啊。啊。我最多拿了12个闹钟回来。就一次汇演，这一次我就领了12个闹钟，那就12个奖呗。可以在家里陈设一个烟台北极星闹钟展。啊，其实我理解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无论是奖品还是奖金，都非常有限。是是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奖项一个一个的取得，对你的成长是有激励的。是让你更加的有信心。是。哦，那时候想法也很简单。我记得我第一个作品就是81年，差7天过年的时候，我就忘了是儿童音乐还是上海歌声，给我邮了7块钱。我的第一首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歌叫《老师的目光》。你想吧，那时候的工资多少？就20多块钱。这过年了，寄了7块钱，那真是过了个好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钱你才说的真是不重要。那种幸福感就是说，哎呦，我的歌能在国家级刊物上给我刊登发表了，真是那个感觉，快乐的感觉，比什么都重要。真是。在你早期的作品当中，可能有一首作品呢，应该对你也还比较重要。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说这首歌呢最牛的是你的旋律可以分别用三种不同的唱法来演绎。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悬啊。你来给我们用三种唱法演绎一下你这个歌。这是91年，这个我们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搞了一个创作词曲演唱大赛。当时我参赛的作品就是刘公岛。因为歌手呢要求每一个歌手得唱参赛这个词曲作者的作品。我一看在场的有美声，有民族，通俗的。有通俗，对。那么谁得跟他们沟通？我们作者得跟他们沟通，你得把歌卖出去啊。应该才来唱。所以我当时就是表现自己的时候，我说我就是3期歌曲，就是3期什么唱法都能唱，都能唱啊。正好这首歌3段词啊，我当时我就说好，先来个美声的。想听吗？来呀，必须呀。想可能我背不下来哈。我来到海边，心儿醉了，我就唱一句啊。你这个美声不标准，那美声要我来到海边，心儿醉了，是吧？那美声的得这样。行，你看美声能唱吧？你都能唱。能唱。好，那我再来个明的。这是什么名呢？我来到海边，心儿醉了。不对不对，你这是通俗。翘首远望，有座美丽的小岛，是个女民歌。翘首瞭望，
做哎怎么唱美丽的小美丽的小岛、啊、你看这是民歌吗？这这这泡我活偷偷走偷走偷走我来到海边，心儿醉了，翘首遥望有座美丽的小岛。你来一个味儿啊，你来呀、啊、那你来呀、啊、你来。他词儿是怎么来着？你看看吧，别打岔。不是你说呀，你再唱呢。我来到海边，心儿醉了。哇，他通俗，你看啊。嗯、我来到，或者那个通俗唱不了，就他这味儿吧。哎，你可别说，真好使啊！最后比赛的时候哈、啊，真有三种唱法去唱我这首歌，也感谢他们，最后我这首歌真的是比赛上。拿了个金奖。你看我们一提到齐建波呢，可能说的更多的是跟以上我们说的两个篇章有关的亲情，亲情篇、百姓篇。其实接下来的这个篇章，齐建波老师呢也写了不少的歌曲，那就是爱国篇。我们先掌声有请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先生为大家演唱一首爱国篇里的歌曲，祖国万岁！祖国万岁！有请。夜黑了，想起你难入睡，你的山水就像烈酒一杯。天。幸福滋味，那个戴玉强唱歌的时候永远那么充满了激情啊，眼泪都唱出来了、嗯、真的是擦擦这我用过了这好像没太用过你袖子真的有眼泪，真的有眼泪，不是我给眼睛啊，主要是那个不是，我觉得真的一首歌啊能够把一个演唱者唱的这样，尤其是我们歌唱祖国这样的歌曲，能够让一个演唱者如此的投入啊，唱得这样的激情澎湃，不光是你唱的时候流下了热泪，实际上我们听的时候也是含着热泪听的。都是你惹的祸，都是你惹的祸呀，都是你惹的祸，都是你呀 哎，我听说这首歌你第一次听到以后差一点出交通事故，有这事吗？那是也没有了，就是录完了之后呢，自己我说齐老师给我一个小样，我回去在车上我就听着就比较激动，有点忘情，这个差一点出事儿，以后不能干这事儿啊。那个确实这首歌呢，它是用了这个拟人化的写法，一开始吧还以为这个是唱给一个姑娘的歌，唱给自己心爱的人，但是他。
笔锋一转，举起手，举起杯，祖国万岁。哎呀，我说这个歌呢，一开始我跟齐老师商量，我说要是唱的让每一个姑娘一听这歌就得爱上我。但是呢、啊、这个他一给我写歌吧，您知道，就往歌剧他调上写，别人都唱不了，就只能你唱，没错。其实呢也不完全赖他，他曾经给我写过一歌，是老百姓们都跟着一块唱的，结果呢是我不争气，没把这歌唱出来。这故事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只有我们俩知道。那我讲是你讲，你讲吧。这个儿行千里，儿行千里，儿行千里，我最早是给玉强写的。那你怎么没唱呢？那这我唱了，没唱出来呀、啊？没唱出来，对呀、啊。这个不是没就没录出来。不是没唱出来，就跟着录都没有。第一次录了三个半钟头，录了我觉得不满意，他也不满意。我在这里，我其实我从心里看，一个艺术家对一个作品他的重视、他的认可，而且他那种投入，我又在戴玉强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第一次录音，他一听，他说我听前奏我就哭了，录不完，录几句哭，最后说算了吧，找个时间你收一收再录。过了几天又录了四个多钟头，我也忒笨了。硬把嗓子给录哑。接下来我们有请施鹏为大家演唱一首《祖国母亲》。来，我一直觉得啊，流行音乐好像大家更习惯的，或者说，自然而然的觉得好像就是唱情啊、爱呀、啊、的这样的东西比较多。对，这种宏大主题的，歌唱祖国的这样的歌，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哦，这样的主题的歌原来也可以这样唱。这个我们平时拿到这个歌的时候，那是当时戚老师给我打电话，我们说的祖国母亲，这个题材一听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是一个大歌、啊、非常一个大歌、啊、那么我说戚老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俩在交流的时候，我一看词，他说你先看看词啊，我看了词以后就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我觉得是特别接地气的，他是用一个大的题材，但装进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感受啊。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戚老师说，你知道这个词是谁写的，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一个小伙子，当保安，保安哦，是一个干当保安的小伙子写的。对，这个是我特别感动，这种感受才是最直接的。对，再次的掌声送给戴玉强，送给施鹏，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廖昌永、博文，有请二位。来了来了。
爱国片这个篇章当中呢，唱咏呢唱的是回报祖国，回报祖国，这首歌应该是专门写给他的吧？是，来，我们先听歌好不好？来。乡下的一个孩子，我想我的所有的成长都是跟祖国对我的培养，我在想，我在那个成名之前，所以到国外之后，我很多朋友一直让我留在那儿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呢，当时多明戈也问过我，你在哪儿学？你在意大利哪个学校学习的？我告诉他，我说 Made in China， 100% Made in China， 100%的，所以我想这个。我的青春，我的才华，我更愿意奉献给我的祖国，我为我的人民歌唱。说得好。博文，好像你这首歌目前在婚礼上比较流行啊。啊，我当时录的时候觉得这个旋律特别好听，我就说，哎呀，如果说现在的那个要结婚，能够在那个婚礼上能有这个歌在放，那多好，比那个就是弹的这个音乐要好听多了。说的这么热闹，到底好听不好听，我们是要检验一下的，对不对？这是心灵彼此拥有，这是生命相互坚守，从这个欢乐圣洁的时候，我们风雨同舟。爱是太阳，爱是月亮，日月相随，龙凤呈祥。
来呀。啊，行吗？行吗？不是，我发现这个音乐是有魔力的。在这个音乐声中，我在底下仔细的看，你们俩挺般配啊。七剑波精选集励志片中也有两位歌手来到了现场。这哥俩穿的还一样哈。来，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有请刘和刚、田毅。他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和作品？请继续关注。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当兵才知道千金买不到战友情，当兵才知道军旗为什么这样红，当兵才知道肩章为什么这样重，当兵才知道祖国的山河在心中，当兵才知道军人热血如忠诚，山林我是那生风虎，大海我是那蛟浪翁，长空我是那穿云鹰，但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我给大家透个底儿，我听说这首歌刚开始拿到你那的时候，你没看上。这个那还得我讲啊。何刚、啊、有这事儿吧？是、啊。他其实他跟我以前就布置过作业，说、啊、秦老师，什么你有好军歌给我留着。其实很多歌手都需要好，特别咱们部队的歌手。对。因为是你是当兵的，又是唱歌呢，你又是好军歌，感觉自己有底气了。有一天我看见他，我说何刚，有一首军歌。我看我给你哈，非常好哈，你回去好好看一看。过了三天他没有消息，我憋不住了，我说何刚你看怎么样，他给我电话，秦老师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好吧，我说那没问题，有的事在等呢。啊，你别我一会儿再给你电话。过了几分钟过来电话，秦老师我刚才呀小声唱了一下子，我妈在那边说特别火，我妈说谁也别赶快把刚秦老师的歌你留着，最后就唱了那句话。何刚说，秦老师谢谢你把这首歌给我了，我说你不要谢我，我说你回家谢你妈。励志片当中田毅唱的是中华好儿孙，对，是吧？对，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我们有请田毅为大家演唱。但是那个在我唱这首歌之前呢，我真的有一个小的准备、嗯、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嗯。认识齐老师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给齐老师送过什么礼物，我今天精心准备了一个小心意，我不是很贵重，但是呢真的代表我的一份祝福。对，红红火火，祝戚老师永远事业永远红火，永远幸福，温暖永远陪伴着您。苦中苦，嫦娥舞光袖，
头已经陶醉，俯首的神怒，为民谋幸福，藏几波文明，打一战报复。是谁三顾茅庐，说我家门关难扑？问能安天下，不能舍己路。我是中华好儿孙，生死不服输。自强不自大，立志向宏图。高堂之上教我做人的事，越不和盲目。戚建波曾在威海七中有过半年的执教经历，也正是在这短暂的工作中，他结识了携手至今的太太。亲情主题的作品之外，他创作的情歌又是什么样的风格？这样的小夫妻能接受吗？这样的歌特别喜欢。我们第一次拿到，我的眼睛就发绿光，然后我就耐着，我一边唱一边我得压抑着，我不要让那个戚老师看着，我们特别喜欢这首歌。对，请继续收看下面的节目。一口气唱了十多首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俗意义上的情歌，好像戚建波写的并不多。回过头来，我想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哈、啊，你跟你太太从相识到相恋，一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那就是80年。80年。80年到现在35年了。是。你爱她吗？那是必须的。不敢不爱呀。你怕他吗？不是怕，我跟你说没他不行。为什么没他不行呢？有事我就说，军工商里有我一半，有他一半，我老婆不是这样的。哼，你就会写几个小音符，没有我还有你今天，这都是我老婆常话。我觉得这话说的对呀、啊。是啊，反正我们有比较切身的体会是，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所有的照片，嗯，都是他老婆审查过关以后才给我。是，真是。啊，本来呀，应该请他也过来。啊。但他请他来呀，我都不是讲什么了。他一来你就紧张。是。啊。打电话跟我说，第一，你可不能听出去忽悠你，哭啊，这第一要求。什么人这是？第二啊。你少说，你把那些唱你歌的歌手都叫去，叫他们唱就行了。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也不知道是你太太没审过还是怎么着，反正没有收到我们看到的那个光盘里。对，这首歌是后悔了，刚写的。刚写的。对。哦，是在出这个盘以后才写的。写的，对。哦，那还情有可原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来，我们有请王丽达、汤子兴夫妇，有请二位。上眼皮爱吃甜，下眼皮碰着地，妹妹你是不是眼睛大，想把我看到心里去？上嘴唇爱着甜，下嘴唇碰着地，哥哥你是不是嘴巴大，想把我吞到肚里去？嘴巴大是我很惊奇，这就碰上这么好的你，我愿一生陪着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眼睛大是我看上你，谁不愿找个好夫婿，从此咱俩就一道道。就爱他一
我本来想这个节目应该在三个半小时就能录完，我没想到这一下子录了快五个小时了吧。啊，我们像开了一个音乐会一样，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其实我们从歌声当中就能够探究得清楚戚建波这个人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因为旋律是欺骗不了人的，它源于内心。那接下来我有两个问题要问您，就是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种高产并且质量还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就是心态。心态。心态啊，就是坚持自己，坚守自己，一定就是写你熟悉的。你如果离开了生活，特别是你想的生活，一定是很真实的、接地气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你稍微偏离了一点，可能就不是你了。我曾经也怀疑过我，我说我写的东西有点土，但是有一个作曲家也很厉害，叫薛立光，就写《懂你》的那个作曲家。我说薛哥，我这歌有点土，是不是不太好吧？这可能影响我以后的发展。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建波，我的歌大家都感动，但是有几个听了苦的呢？我都没苦，但是我给你编曲的时候，在听你的歌的时候，我都流过眼泪。他说那是最真实的东西，你这些东西是非常真实、非常宝贵的东西，建波你不能丢，你丢了它可能还不如我们，所以你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是接地气的。他这一切都是来自一种最真实对生活的理解感悟，所以你只有在那种状态里边，你才能有这种作品。本来我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创作的能量从何而来？他刚才的这段话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楚，火热的生活便是创作能量不竭的来源。让我们拥抱生活，让我们投身到火热的生活当中去，寻找灵感，是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脚下这方土地的优秀的作品。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老张、小李。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大叔、阿姨。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同事、邻里。好人就在身边，也许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我们都是好人。